幸福现在。哦，有结婚吗？结婚。没有结婚。啊，不是。手上会不会是婚戒？你那个灯很大颗哎。是婚戒吗 ？OK， 这个对，赞助的了，赞助的。老公赞助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他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退休的商人，真的非常普通的退休商人。哇，浪漫的事情。我在北京拍戏的时候有遇到第一波寒流，那因为北京是这样的，它寒流来的时候它有指定日子供暖的嘛，比如说22号供暖，但是它10号就来了，哇，一整个脸就是哇怎么办，是没有暖气对不对，然后没想到了它飞过来算就直接把电毯拿上来，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电热毯，然后就想说应该是这个人。他除了用电热毯还有用他自己他有身体身体吗？哎，没有哦，没有没有哦，真的没有哦。大家以为我是不是很开放啊，很那个，其实我从来没有同居的，就是以前谈恋爱都没有试过同居。那最夸张是怎么样呢？最夸张就是男朋友住在楼上，我就搬到他楼下去，他住久了我住3楼，这样这最亲密是这样呢。然后呢突然之间你要跟另外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呢，我很紧张，我然后我紧张什么呢，我一直问自己，哎，怎么办呢，我会不会是一个很好的另一半，我会及格吗？因为我从来没有同居过，其实人家说同居是好事，因为你会了解到两个人相处是怎么样，那我从来没有试过嘛，所以没想到一起生活的时候原来我是那么及格的女人。你那时候你发现你其他，那他会怎么哄你？你千万不要发，千万不要生气，生气对身体不好。他会这样，然后我就劝说，对，好言劝说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哇，这什么星球的人？哇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后来我就觉得小脾气我都不会发了。那他怎么求婚的？一点点就好，讲一点点。威尼斯。就真的去了欧洲，然后对，就这样。一次你就答应了吗？还是他求他求了很多次吗？没有，第一下就答应了。第一下有哭吗？有哭，他有哭，他也哭了。我觉得我应该是紧张，所以一直流汗。我一讲到这个，一直流汗。